十分钟哦。十分钟嘛，到咱到坐车的啊。后日你讲坐车的啦。英湖老餐厅呢？这是火锅的哈，这个是火锅的。火锅哎，火锅烩饭或是要吃简餐的都可以做选择，就是个人设的套餐一份。这个是火锅，没错，这个也是火锅。哎，火锅这是速成火锅，这个是比如说看你要吃猪肉啊、牛肉，它的图片就是它的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主推的套餐，90%日元台币。啊，对啊，这多少？一份餐是345元，主菜是三选一，然后配菜是日月潭特色菜，全部都有。就像土面膜一样，还有甜点店一样，对，吃的都还蛮划算的。那上面是简餐跟小火锅，你们可以一个人吃一份，或是两个人吃一份都没有关系，以你们吃得饱为准。哦。Hello， 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好。那我们安排左右。女生买鸡猪腿就是这样，哦，较简单的就对了。嘿，你家看这，安尼按一分咯。我要吃南瓜猪肉锅。哦。這個、土鸡腿3杯。对，再来3杯土鸡腿。小米酒。小米酒。小米酒，好，应该无问题就这个。哎呀哎呀。好，小米酒。对啊。类似饮料哈。是两个都米酒哈。好。OK， 好。就啉红茶，困袂去。哦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旁边是手工红茶，是我们分开使用的。那我方便先跟您坐下，等一下吗？我们麻烦柜台谈。可以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付现金，服务费付现金比较划算哦。600，六百六十五，六百六十五。日日咨询。日月行管。日月咨询好行呢。嗯。好行就好行，好行。搁一碗饭安尼哦，两盘烧一盘卤，啊一盘迄个菇菇，啊底个迄个蛋粉哦，啊泡迄个什么泡个迄个，迄什么迄个面筋啊，哦面筋吼，好，哦一大盘哦，啊这风味餐呐，这真正风味餐呐。就是啊，这个是汤哦。嗯，是啦，伊讲拢是这附近的材料。哦，真正当地食材的对啦。对啊，我想讲，哎，唔对，哎，叫这个对啊。这345啦。啊，这345哦。对啊，啊，我也320。哦。对，665。啊。对吧？嗯。